观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我徐晶晶。我们来看今天呢，真的跟我们专家讲的一样，整个大盘的状况，老师昨天特别提到说，哎，会杀这么一刀，然后午盘会起来。对，果然今天就真的杀一刀，而且午盘起来了。赶快欢迎一下我们专家华兴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恩分析师，欢迎您。为什么这么准？今天讲到，昨天讲到的，又不是第一天准，前天跟你讲说最好不要开盘，结果昨天跌了300点，对呀、啊，对呀、啊，而且老师还特别提到了，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空方标的，就是主力在放空的这些股票，包括了创意、茂联，然后智元，然后今天大跳水，对不对？然后还包括了新唐也是破，对不对？对，好，老师虽然提醒了，但是如果我们手边有这些股票的人该怎么办？我没有出啊，那怎么办？基本上我知道有很多人问同样问题哦。那么我先让大家想一件事情哦。其实，在多头格局，大家都赚得到钱。对，我讲坦白啊，除非你跟到很烂的老师，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其实呢，最近带枪投靠的有很多投资朋友，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一波行情大涨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赚到钱的哦。那么为什么没有赚到钱？因为大部分的投顾老师，有的呢就抱着一个大便桶，好死都不放嘛。就好像你看嘛，如果说你买航运类股，你这一波行情大涨2000-3000点，干你屁事哦。那如果说你买到矽晶圆的股票，好，你买到3707汉磊的股票，这一波行情大涨，不止跟你没关，下跌跟你有绝对的一个所谓关系。那么对，那甚至呢，有一些投顾老师，我讲坦白一点啦。因为你们带枪投靠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你不要去打其他老师，因为你打他你会富有，你就尽量骂他，骂三字经也没有关系。可是你骂他，你没有办法得到富有，你的财富没有办法回来，就不要再骂他了。就好像呢，有很多人说谢老师，期货真的很恐怖。我问你哈，今天有一档股票叫做贝利，对，贝利是标标准准的碳权还有军工的两题材相关概念个股，哇塞，盘中涨停，收盘跌停，20%。不是夯上加夯吗？最夯的两个话题都在他身上了。对，就20%，20%，好可怕、啊。那我请问各位，他长这样，然后这样子。对，按、啊、你100万，马上输20万。那你跟我操作期货，好，我们不要说每天赚的，我不会每天出手的、我逮到机会我才出手。我今天又赚钱了，好，赚不多，20万了、我帮你赚6000-7000块，要不要？要啊！今天这个行情这样子，那你是100万，你赔20万，那我如果说用一样100万的 base， 我今天帮你赚了3万多块，好，我等一下慢慢证明给大家看哦。第二事情呢，有关于你们3035的智元哦，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当我在放空股票的时候，我不会给大家看call讯，好，除了昨天我跟你讲说我们去放空嘛，因为我们是前天放空的嘛，放空那个包括3433创意昨天几乎打到跌停板，然后4961的天宇今天还在杀，还在杀哈，那3035的智元呢，我之前就跟大家报告过了，我说你们哈，为什么要去下载我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因为我们的价格超级无敌优惠的，一天只花你一个鸡腿便当。那除此之外呢，你今天所要的一个软体，我讲坦白，你要了解人家主力做手操作，它是有长波段的一个所谓 SOP， 来看清楚哦。台积电还要再继续讲笑话吗？晶晶，台积电现在491块钱呢，491块钱呢。那我们之前是跟大家报告过，我说好奇怪，人家主力540放空，然后巴菲特530块卖，代表主力放空，然后他警告巴菲特，你赶快卖哦，我在放空这张股票、哦，通知你哦。我通知你哦，那你说你要跟主力做站在一起吗？拜托，那叫可遇不可求吧，天高皇帝远，他会鸟你这一介草民哦？不会吧。可是问题，当你下载我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看到没？人家540块就在放空了，所以今天台积电破底有什么意外？那么今天3035智元，等下智元有一个笑话，好，我们跟你讲笑话，超级好笑，来跟大家报告。好，3035的智元做多的时候你不做多，只有主力开始由多转空，你有没有发现主力是两头赚呢、欸？做多他也赚，看。没关系，我没看到。你妈的，你放空你要赚啊，够狠吧？他只做一档股票、他把智远当作期货来操作而已，结果我们看到智远利空，恭喜智远破底，这样我们又轻轻松松赚了2只跌停板。好，现在几大盘哦，
好，等下智源笑话提醒我一定要讲哈，我们还要讲个笑话。今天笑话我今天刁外资刁得很爽哦，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因为主力做手95%的时间，一天就只有个非常简单方向，而且更重要重点，这群王八蛋看到没？不管包括台积电，不管包括3035智源，这群王八蛋永远都比你早知道。所以说，赶快一天只要一个便当，而且你会看到这电话号码是重复的，金金金金金账，我怎么每次叫金金金金啊？那去买33星星就好了。没有，对啊，电话号码重复的哦，电话号码重复，把它背起来。好，那么有关于指数的部分呢，那我们就跳快一点哦。之前吗？哎，好，老师，礼拜很快我回顾，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时候，大盘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准的空，而且跌破多方的防守价。那结果呢？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小赚36点，从 AM 盘一口气延伸到 PM 盘这赚更少，这赚更少，只赚20点。所以说礼拜一的那一天，我们总共赚了56点。问题很多是笑事啊！拜托，你成交在20，你642就要出，你现在才赚22点呢、欸。啊，如果不出嘞、欸，不出方永信，嗯，昨天是暴跌嘛？那问题昨天为什么暴跌？你要把它给学起来，因为很简单，人家在 PM 盘他就先放空 ，PM 盘就先放空，结果昨天一开盘的时候对下来。大盘主力心态这么大只，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么大只？这是为什么？昨天台北股市它开低走低，最主要的因素原因。好啊 ，no， 老师你有放空吗？我如果有放空的话，94个礼拜不会55128点，是55428点。我这一个人很简单，我有老师啊，我怎么昨天不放空？因为哦，昨天在修理股票，真的真的啦，我没有我等于说昨天在什么空什么智源呐、啊，空什么新唐呐、啊，好、嗯哦，昨天在修理股票，没有什么没有时间呐、啊，因为真的很忙，真的非常非常忙，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可以了解哈、哦，为什么我所有的通告我都不想跑原因，拜托我白天为会员站到一兵一卒为荣耀而战，我还有时间去跑通告哦，我还有时间去拍 YouTube 广告哦，然后花400多万跟白痴一模一样，然后现在干掉说没办法回收。那是你的问题嘛？所以说现在看你们要什么老师好来看清楚哦。在昨天呢、啊，外资一口气卖了6900口，而且金金你知道吗？昨天外资应该讲三大法人呐、啊，总共好像卖了280亿吧。我好好来看我怎么讲的哦。你看我每天都有重播带，看清楚哦，听清楚怎么处理的。好，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8。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哦。嗯，今天外资期货大卖，现货不用看的了，2:50公布也是大卖。可是明天台北股市一定要杀，一定要杀。他杀多少点，我会写在我传真稿里面。你想要知道的，你就把电话拨通。杀到那一个点，如果你敢停损，我会跟你保证，收盘的时候你会臭脸。我讲得很慢哦。那当然，所有的学员你们一定会算怎么处理的。这是昨天的重播带。我很清楚跟你们预告，我说今天一定会杀，可是杀的时候，如果你敢停损，收盘你一定会后悔。好、哦，没错吧？今天我刚才这样讲吧。好，再看我们盘前传真稿哦。好，8:46我们的传真稿，我一样把我昨天所讲的再画一遍。我说一定往下杀，是杀下去之后会弹起来。好、这是我今天早上8:46。所以说哈、哦，你想想看，你要什么样的一个老师？我说过的，很多人说谢老师啊，就像我们老板说，常跟我鼓励说哈、哦，不是鼓励啦，说谢文啊，我心想哈、哦，你跟非凡的老板啊、哦，商大伟这么熟。啊，你就买一下节目好不好？我说哈、哦，基本上我觉得我没有啦，我在投顾哈、哦，我一直有感而发，因为我们上三立，我们的成本超级低的，几乎是免费啦。我一直有感而发，就说我们到底投顾老师是来招收新会员为目的，还是要顾旧会员？哎、欸，这是真的啊，不然就有点顾好啊，对啊，啊，每一个口碑就会传出去了，没错，每一个都是标股一号，什么秘密股二号、秘密股三号，结果每一档股票都崩盘。那为什么有什么标股一号？我谢文，我带总一点呐、啊，我做多我盖过牌吗？没有，我放空我有盖过牌吗？你说想不想找到这种老师？妈的，你们智源套牢，你看吧，我就说嘛，今天就一大堆人打电话进来公司说，刘、谢老师，你智源什么违规？你干嘛放空我们的股票？我跟你讲过了，我那天放空的时候，我还跟你讲说，我已经对你们很仁慈了。我如果把智源当作2457飞鸿做，今天开盘是市价在 K 它、欸，哎、，K 到它，算了，后面两个字我不要讲。满头包是？我拍谁？要就比狠的，满头包不是我要的。哎呦，我要的是股票下市。
你要就是要比狠的，你懂我意思吧？你们是你们自己不狠嘛？不过我今天有帮大家准备一个好的礼物啊，算是我给大家很大的慰藉。好，来慢慢讲哦，我没有讲资源下市哦，我中间隔一段很长时间哦。嗯。好，要我要放空股票的时候，当然你要有这种企图心嘛。你做多飞鸿，飞鸿开门涨到10000块钱，你放空资源，开门把咚搞到 BB 哦 BB 啊，我什么都没讲哦。好，开始哦，开始慢解盘哦。来，先跟你讲会这样杀。杀一定要杀，杀之后会拉。所以说，一个投顾老师连最基本的行情预测，每天如果来如果去，在这里站了蟑螂或蚂蚁哦，看只会读书考牌有屁用哦，垃圾一群。好，继续来哦，来哦，看到没？早上天空开高哦，像哎，今天我们看一遍哦，昨天很好笑哦，昨天 AM 盘主力空到脱裤子，来看一遍，来。昨天 AM 盘主力空到脱裤子，只有 PM 盘跳水。PM 盘一跳水，主力现在全部多，就更多，超贱的。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啊，把人家改了。没有啊，啊，法拉利一台1000多万，他每天要买一台啊，他们有他们的抱负，他们的理想啊。然后散户呢，每天只想要赚个菜钱啊。我说过了、啊。你想要赚菜钱的，你不要找我，去找其他投顾老师啊，因为他每天会追涨停板的嘛。相信我啦，今天一定一大堆投顾老师跑去追东联嘛，那很正常嘛，一定要追股票嘛。啊，如果明天跳空开高，你就赚到菜钱的，恭喜你。那你每天赚菜钱，那三不五时损失一条牛，划得来吗？对，自己想想看啊，真的是想来找我就对了、啊，电话号码把它拨通。好啊，来哦，看清楚哦，不要脸，跳空开高的时候一翻空，马上杀。马上杀，马上杀，就又翻多，好，又翻多喽。今天很难得看到双三色，好，来看不懂，来看口讯了。10:50，10:50，我跟你讲，这是全胜的方程式。你要全胜，我给你全胜嘛。来看楚哦，现在小多360到352，另外支撑313，停损30分线破310，等于说我们进场的时候，就跟我做多，就跟我放空股票的时候，我把停损价一并写在上面，写得很清楚。好，有没有来哦？来看楚哦。昨天是跟你预告杀一刀，一定要杀一刀嘛，杀一刀，然后就会拉。然后呢，我们今天早上在8:46，我们画图也是杀一刀之后拉。哎、啊，老师你不准呐、啊，他杀一刀抬起来之后又杀一刀，靠呀！我看我有办法画那么准，他妈的，我在那边干嘛啦？已经很准了。我在昨天2点就已经跟你预测了谁是主力吧。我的会员就说，我想坦白的啦，我干嘛上电视啦？我上电视你干嘛？我当个猴子，动物园的猴子，会讲话的猴子，每天在电视表演给你们看哦。反正每天买最低卖最高，不然就搞猜灯谜的游戏。我干嘛去做那种猴子在做的事情啦、啊？我在做分析师该做的事情，我跟你做预测。我上电视我也不会跟你做预测，因为上电视的节目费真的太高了，我只会每天拐，每天骗你们，赶快入会，赶快入会，赶快入会，拍谁啦？我的续约率为什么这么样的高？因为很多人是看我节目看很久之后才决定来找我。有没中？有没有中啦？没中，我头都要给你当椅子了。这样子嘞，这样子嘞，我要赚个7000块。好，7000块哦，来解盘。这个行情呢，今天一根十字红 K 棒是止跌，来看清楚哦。15547、15240、206.15、200.87，讲完了，已经讲完了。可是今天有没有发现呢、啊？有一些字比较怪，你知道吗？有些字比较怪，这不是我故意的哦。吼、哦，你怎样懒得 key 档的？key 档的一尊吼，很难控制。没有没有 key 档，哎，先拍一下吧，动起来。哎，这桌子会坏掉，应该不会吧？不会不会不会。然后开始桌子的那边小那个在用摇嘛，摇摇啊，开始下移啊。哎，第二个哎开始密嘛，哎密嘛，啊手刷嘛，哎这密也刷，哎呼呼安尼刷移啊，有的密吼会较悬，有的密会较低。好，啊对，啊奇怪，啊这个我给他拍出来几公。他好像给我按什么6477耶，靠呀，那还没啦，那不要没啦，我在给你解大盘，怎么变成6477啦？哎啊，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6477是哪一只？这个是安吉啦，安吉招出，那你招出韩吉啦？我想讲奇怪，是明仔搞按搞讲按韩吉这种代志？哦，韩吉啊，韩吉后边讲欧啊，欧啊韩吉。啊、有降价就对降哦降，所以说他可能在讲军工哦，军工题材对啊，我还吉不是好像很多人说什么本省外省，应该现在没在讲这种东西吧？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哈。对对对，很好笑。但6477还蛮重要的啦。对，来来，没有啦，指数跟6477没关，好来可以有很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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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重要。对哦，好，新民啊，没有没有，杠杆哎，再 take 啊，这个点哦，绝对不能破。好哦。
不懂哦，15240记起来。来来来来来哦，我这这很多教学，哎，我节目我真的教不完哎。那这样子，我们光讲光光讲一个，来来来，你可以讲一个小时。它哈、哦，只要一跌破这一个，昨天是一跌破这一个，是直接爆杀，爆杀，爆杀。好，再看昨天，再看昨天，再看昨天，昨天我们非凡预告的202.7，还有304，今天往下爆杀，就直接拉起来，没有破。对，可是 OTC 不是 OTC 啊 ，Philadelphia Index， 好、哦，它是破。破，所以说外资它的操作是以费德大菲亚阴带为主。对，好、哦，对，费德大菲亚只要破，它就会出，这是很正常，这是很正常，这所以说今天会继续卖，还是继续卖，你要原谅它啦。费德大菲亚昨天踏跌3%多，不跌破这个价它会出，可是今天呢，国安基金很厉害，它撑这两个价格，撑这两个价格撑住，好、哦、撑住、嗯。好，那你既然撑住的逻辑之下的话，你明天就只能攻，要攻这个价格，攻这个价格，攻这个价格，那这个价格不能破哦。好，我再啊，我今天要。来，今天来来来学学起来，学起来，学起来。好，我今天指数收这样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很多人跟你讲说止跌讯号，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技术分析。嗯、我收这样子，我明天不能跳水吗？有可能啊。我跳水只要破这两个数字，拍水，明天跌300点。我这样讲的很慢哦。好，好，讲完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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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部分哈、哦。很多人问我说：“谢老师，那个25期的飞鸿，然后150是动物园，153中心店，那到底能不能买？”我先强调，基本面应该不用讲了，基本面已经讲到烂掉了哈、嗯。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我今天会给大家一份资料，那一份资料里面的话呢，我会把没有，里面有名牌啦，可是不像上一集的名牌，况上一集的名牌超级准的，这一集的关键报告不会给你们名牌，有族群，可是里面着重在非常多重要的教学。好，我随便举个例子哦，你看我们的一档2457的飞鸿嘛，我们从48块钱买，55块钱买，那55块钱买，56块钱买，56块钱买完之后呢，继续58.9买，58.9买完之后呢，60.4还在买，60.4买，62.5买，62.5买完之后呢，又跳多少钱呢？哦，这个是哎那个这个是深威能，深威能，深威能。深威呢我们也卖很漂亮哈，然后深威呢你记得哈，那所以说呢，光一档飞鸿，你要然后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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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买啊，看着比较快的，靠腰两个都弄神了、啊，总共买10笔，这才叫屌哈，总共买10次，买10次，不是买1次，不是买1次，那我问你哦，金金 啊，如果行业内股买10次的，靠腰会输到脱裤子，金金 啊，如果58中美金3701汉雷买10次，那突然给警开呀、啊，对啦，选对股，选对股是一，第二，你要看这种大盘。我先给那一些等，所以说哈、啊，飞鸿的部分的话，我们总共嘛就赚了21涨停板。好、哦，不是拍谁，不是14、18次。好、哦，因为太久没讲它，48.2买，58.8买，61.4，59.6，61.7，69.5，69.3，66.5。所以说呢，我总共赚了21只涨停板。好，那再来一遍哦，什么时候买回来？来看清楚哦，看清楚，看清楚哦，看清楚，所有观念学起来哦。要买进的时候。他要做星星的颠倒图，不懂再讲一遍。星星4月10号我卖掉，卖掉完之后，我用东元当个例子，往下急杀，我买进，买进完之后往上急拉，我卖掉。好，往下急杀我买，往上急拉我卖，然后卖完的资金直接去买3624的光洁，往下急杀，利用急杀。是。那么今天早上你就看到光洁利多。对。所以说，我跟你讲过了，你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利多是主力放的，你都不知道哦。3035智元今天为什么要跌停板？因为利空是主力放的啦。这样够清楚了吧？懂。所以说你要去下载我的软体，我没有盖牌哦，光洁我也没盖牌哦。那光洁我们出场的时候，我也跟你报告，我出掉。好，那我请问各位哦，问题哦，今天来哦，什么时候可以做多？很简单，第一个看主力的心态。第二个就是因为加权股价指数还有 OTC 指数跌破多方的防守价，所以这是为什么光洁我们买73块钱，我出78块钱，我赚了5块钱。那今天还看到报纸的一个所谓利多，同样的深威能乃至于6477安吉，我利用急杀买进，弹起来我赶快跑，而且还告诉你啊，离58.58很远，所以说6477的安吉，恭喜我的会员，我们卖在天花板。好、哦，观念都学起来哦，够学起来哦。好，来，
先来看一下今天哦，哎，没有，我们先来看昨天重播带，前天，这前天的。好，好，反正时间多嘛，就来慢慢播哈。一公一说啊，你要第二公，你看这是商人最厉害的地方哦。没有，还是老话一句哈。这些主力现在空的应该没什么资源哦。对对，讲一下，讲一下智元好。其实智元，我讲坦白，它是一家好公司，联电集团的。我举个例子哈，那在191块钱的时候，我有会问我说：“哎，谢老师啊，哎，我们要不去买一下智元，然后杀到前波平台？”我说：“可是很奇怪啊，主力在放空，空个屁呀、啊！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做这个事情我是面面俱到啊。主力在放空，我说过的，你主力在放空，你可以选择不要做嘛。你不空它没关系，你可以选择不要做啊。就我们跌到177块钱，而且智元的筹码超级乱的，因为大家都爱智元，你买不起创业，全部买智元哦。所以说你手中有持股的问题，你记得要来找我。那同样，我们的店。”哎，没错，你要重新回到空方防守价。嗯嗯。那没有回到之前的话，当然呢、啊，你以做短还有放空为主。好，尤其呢，你手中有行业类股，小心哦。今天运输类指数破多少价？不要说我没讲。好，来再一遍哦。智元呢，我们跟你提示完之后，郑小姐啊，她真的有打电话进来问说，谢老师啊，她是别老师买的，而且呢都没有出来，而且一直加买，然后她问我说要不要停损。我说娇姐，我还是老话一句哈、哦，你今天要持股见证来找我的时候，你先问你自己嘛。如果我叫你砍，你要不要砍？如果不要砍，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哦，就好像嘛，我常跟金金讲说哈、哦，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真的，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哦，对不对？对不对，你就不要浪费彼此。对，你不想输，老师啊，我吃 N K 套了两只跌停板，我不想出，那你就准备第三只嘛。好，来看清楚哦。所以有跟你预告资源哦，所以说恭喜啊，这样就跌了两只跌停板。嗯，好好来看清楚哦，来，这是今天新闻哦，来，那个日系外资大砍资源目标价到116，美系外资下修目标价到215。哎，这好像有点干话，日系外资哈、哦、我不讲哦，因为日系它很狠，调到116，然后美系外资哈、哦，好，投资朋友会挑自己喜欢听的，今天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反正呢，智元会涨回到215，我等就好了。是。那如果未来被这个该死的日系外资先讲到116，如果你们一直很瞧不起的台湾先生被他讲对呢？哦吼！如果被他讲对，拍谁？这一个价格一定破，一定会破，三会变二，二会变一位数。你们都不知道红色供应链多恐怖哦！我说过了、啊，我做股票，我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一般投顾老师就只会抱着黑塞烫，今天讲第二遍哦，永远跟你讲营收数字，永远跟你讲 EPS。他们难道不懂得产业的愿景吗？来，4919的一个所谓新唐嘛，你看也是我们之前先跟你讲放空。放空新唐就对，放空新唐就对了。结果呢，红色供应链杀价，你以为红色供应链杀价就是 NCU 而已吗？就是 NCU 而已吗？车用晶片难道不用杀价吗、为什么台积电跌到爆炸？为什么联电跌破平台颈线、都是因为红色供应链。中国不要脸的、啊，拍谁？中国不要脸是美国造成的。所以说一连串的是有因有果吧。如果说你美国不制裁它，如果说你美国不联合那些欧洲国家不要跟中国买产品的话，中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啊，赔钱生意没人做啦。好，所有的逻辑你要把它给想清楚哦，这是所有的业随逻辑。所以说呢，我所提供空方标的这都跌吧，除了南电跟星星啊，南电跟星星没跌之外，有啊，昨天有跌啊，昨天有跌 啊，跌完之后今天涨上去嘛，啊，其他每档股票都破。好，每一档股票都破。好，来来，然后跟大家预告什么胡联啊、茂联啊、什么台办啊，还有同志啊，这些股票都不用讲了，主力现在空就一路杀杀杀杀杀杀，一路杀杀杀杀杀。好，来。那基本上哈，没有，我先讲一下创意好了。很多人说谢老师，那创意今天红 K 棒，因为今天哈，那个 Open AI 也就 Microsoft 大涨9%，盘后大涨9%。好，我先跟来，它是一个 Chain Reaction， 怎么讲呢？费半指数它是超级无敌弱势的，然后呢，纳斯达克期货是小弱，它不是超弱，它是小弱。美国期货最怕开高，我讲很慢哦，我讲很慢哦。那有关于创意，有关于航运类股，有关于 ABF 窄板，因为我讲坦白的，三立给我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半小时。好好好好好好，其他的
我放在非凡新闻台里面。OK， 厉害吧，厉害吧？我们的节目因为盘中一个盘后啊，我们节目是两段的，我们节目两段的，所以说你想知道创意，你想知道什么新兴，你想知道航运类股四星还有智源它的关键价位。如果你不想拨02-239-3988给我没关系，你直接打电话到非凡新闻台，然后他们现在很 nice， 怎么他们一向都很 nice， 因为他们不是非凡投顾，若是非凡投顾你进去啊，那就肉包子打狗，你就会进得去永远出不来。好，人家会给你夺命连环call。你看我把所有投顾讲光光，你看所以说我不能上电视，上电视讲完了没有啊？因为我的我没差、啊因为今天打电话进来找我都是要入会的、啊、因为看我节目不是一天两天的啦，我也不愿意跟你什么秘密基地一号、秘密二号、什么神秘基地一号啦，那没出息才讲那些才讲那些猜灯谜的啦。好，来看清楚哦，这次呢五月份的关键报告我破例，好，我们不是给你股票，我们不是给你股票，我们有给股票，可是股票的板业大概只占十分之一而已。我们是要教你，没有你有想过哦，多头格局你们都有赚到嘛？你看我的钱，你再怎么烂，你中心店也赚个2万-3万吧；再怎么烂，你飞鸿也赚个7万-8万吧。你是没有像我们一样赚2.1倍，可是你再怎么烂的烂，你至少看我的节目，你都有赚钱吧？好，来听什么？可是呢，你空头格局遇到的时候，你把之前的钱不止全部给吐回去，而且你还拿房子去压。嗯，好。那你不觉得哈，来去总是一场空？对啊，然后呢，你智源没有，我再举例嘛，你智源被套牢的时候，你新唐被套牢的时候，你的脑袋会暂存在盘中连线节目或盘后那一些投顾老师所分析智源利多的题材，嗯，你选择去相信对你有利的，嗯，那再一遍哦。如果台湾先生这次讲对了，没办法，就看每一个人的金钱忍受度啦。如果说你说没关系啊，我说的股票，我的投资组合，我的 portfolio 里面再少80%没关系啊，反正我又不是用融资买进，反正我就是有钱嘛，我来股票市场是为了好玩而已，我是富二代，那没有关系，那没关系哦，那你就报就好，报就好。可是如果你的 portfolio 你允许，你不允许它跌超过20%，跌超过30%。你就一定要把这个操作必胜 SOP 给学起来，好，给别人学起来，这不要说等到最后，因为智源坚持一个利空，因为现在哦，我讲坦白的，很多法人还在解读说，干日系说116，对，美系说215啊，我要相信谁？相信主力就对了，人家主力心态没有翻多之前，他要让你少一位数是刚好而已，嗯，那很正常嘛，那很正常，给少一位数又不是第一次。啊，做多的时候你不做多啊，放空的时候你跑去做多，那也没办法嘛。哦，所以说有持股的问题要来找我。好，那么就技术面的业水角度，我再以资源为例哦。下面啊，反正啊，涨的时候下面有月线，有季线，有年线，有半年线，很多都破了呀。啊，对，按年破，要不停损哦。我就要学柯老师，柯文哲，柯阿北。好奇怪哦！啊，你们说站在所有均线之上去买进啊，为什么所有线都跌破？啊，你们不停损？嗯，所以说来，所有东西都要被矫正，都要被教育。有没有可能在五日线还没跌破之前，我们就有办法去发现这档股票已经1866去了？嗯，你光从我上个礼拜我所提供的加权 OTC。甚至到台积电空单、3035智源空单、3433创意空单，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是领先市场。所以说啊，空间理论才是王道。而且你看，我们时间抓的他妈超好的，你知道吗？真的哈、哎，1分半，赶快提醒一下，1分半，明后天怎么办？好、哦。你哈、哦，位置坐稳一点哦，不然到最后，对对，而且我们 OK， 对对，而且董事长说那种谢老师长得那么帅，不然当个主播实在是有点可惜。可以哦 ，OK， 半小时都给你，都给你哦。所以哈、哦，里面的重要观念，嗯，还有重要公式，你一定要知道。对，好，你真的一定要知道，你真的一定要知道。倒不如学会自己钓鱼啦，真的啦，哈、哦，嗯，不要再犯错了，可以啦。不要再犯错了，这边跟你看，今天贝利从涨停板打到跌停板嘛，很夸张，太没有什么夸张，你一盘少20万，我觉得很夸张，好棒哦，输的真好哦，我们谢老师好黑心哦，关我屁事啊，你们是要去做的嘛，啊，本来就是出来玩就是要还的嘛，这句话你们也都知道嘛，所以说呢，我还是劝，不是说啊，因为最近有投资人说谢老师你很坏心呢，干，然后你放空我们的股票啊，破底那边你在上面写恭喜。
我本来就恭喜啊。这个我之前也问过老师，我拍谁哦？就是不听话的，没有我有说恭喜中心店赚1.6倍吗？我有说恭喜飞鸿赚2.1倍吗？拍谁啦？是我多我不太喜欢恭喜啦。嗯，我们哈是铁血光热部队，我喜欢踏着雪，我管你什么雪，月经也是雪啊，你的头断下来断掉也是雪啊，我们就喜欢踏着雪前进。真的。所以说这份公事表是我给你最后一块的浮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预约今天还可能还没好了，再等一下。反正你们封关前，他要放假，讲封关前好，你绝对索取得到。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拜拜。好了，非常谢谢谢文分析师的分析哦。我们讲到说这个股市市场真的是像老师讲的，连月经都讲出来，脑袋有洞是不是？真的就是像老师说的，非常的刀刀见骨了哈，应该这样讲了，非常的残酷的一个这个环境了。所以这个操作策略上面如果有错误的话，赶快及时停损；然后有问题的话，赶快问专家。明天下午的2点钟也请您持续锁定，就是要赚钱。未来世界部我们再会了，拜拜。